请问这边大姐，你来自什么地方？晚上好吧，我老家吉林市。啊，吉林的啊。吉林的。啊，来这儿。当年我是在山东工作。啊，山东工作啊，济南工作的。咱们老乡啊，我是山东东营的。对，就东营没去过。啊，就东营没去啊。哎呀，想去想去，最后就一个差一个差。啊。就。那想问大姐，来这儿多长时间了？刚才说。2016年5月份来的。哦。对呀。7年前怎么想到巴马这个地方来呢？巴马对我来说，这个地方是开始是陌生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关注了这个巴马。哦。关注了巴马，完了有本地老人呐，就想到了啊。那时候我就知道巴马有弱碱性的水。啊，弱碱性。弱碱性水呢，对身体很有好处。嗯嗯。啊。对一些疾病呢也有辅助的，就是帮着你吧，改善你身体的各个机能，各个细胞。啊，后来呢，等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我第一次就想到第一个念，就想到巴马。啊，我5月份，嗯，姑娘儿啊，老头儿，我的爱人，我们开车一块儿。来到了巴马，从后村住的，待了10天，感觉这地方呢，挺好。完了就回家了，回到了山东济南，待了2个月，又回到了吉林。吉林回家把房子收拾收拾，就是把东西带我开车就来到了，9月份就来了。哦，这一来，中间也回家。啊，中间也回家，也回家。我是在这长期住户。长期租房子啊，就在这待着，就现待的挺好。能看你这个面色，这个身体状况应该是很好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开始来前第一个印象，我心脏的时候不好。哦。上坡的时候就喘气儿啊，龇牙咧嘴的啊，上不去。上不去。啊，有时候就找台阶儿，那个找台阶儿也扶着上，歇息。后来到这呢。不知不觉穿个拖鞋，那时候下车嘛，就找房子什么的，就走。俺家完人说：“你回回头。”我说：“回头干啥呀？”他你看你走的多大坡，比以前北山那个坡还大。我一看可不是，说你喘没？我没，不喘。这氧气足应该是。就感觉这块地的负氧离子非常高。嗯。一个是弱碱性水，一个是负氧离子。嗯。再一个呢，有地磁。地磁啊。这个神奇的三大功能吧，正好也养，也就是说呢，打造了巴马的特色，这神奇的三大功能，也呢吸引了很多的，每年有10来万的候鸟人，全国各地啊，都来啊。那你租你租房子怎么租的呢？我是租了10年。哦，一下租了10年。一下，我到这来一租就10年。嗯，多少钱了？一下交了？交了5万。5万10年，嗯、那就相当于1年5000。我这房子大一点啊，有60多平米，就在这跟前，学校跟前。哦，小学旁边是吧？那这消费怎么样的感觉？就吃啊、用啊这些，一个月得搭多少钱？跟家里比呢？这地方一个月，我一个人一个月。那时候我和我爱人在这块钱，一个月要是光吃的，咱不说别的啊，光吃就吃的买水果啥的，俺俩一个月有6、7，你看3天一个集，一个集有那时候我一个集也就是花50-60块钱吃3天，吃三天，啊一个集50-60、60-70吃3天，平时买点水果，完了就是吃的就是这样。那花不了多少钱，花不多少钱，一个人更省了，2块钱一口菜啊，吃一顿啊，反正一天有10来块钱，一个月300要吃的，光吃的啊，连鱼连肉，现在东西物价涨了，从那疫情以后，肉了鱼什么都涨价，要以前不涨价前一个月300多一个人，光吃的啊，那个现在的一个人也得500块钱，500块钱，对。说实话也还可以，消费一点不高，要照人家这么算的话，在家里也不少花钱，吃的挺环保的。但呢现在呢，通过这些候鸟人带动嘛，他们那个老的也会做生意了啊，也会做生意了。哎，把那个大以前买的菜是这么大一捆啊，现在呢能给你做成2捆卖肉呢
你当地人的13块钱，你可能外地人的可能要14、15。啊、哦，就涨一两块。也涨，也给你们也涨。啊、哦，你认为有点区别呢？相当来说，它这个肉要比咱们吃那个冻肉要好。啊、哦。比超市的肉要好。啊、哦。你看于老师长得人也漂亮啊。又会说啊，说实话，他给咱们分享的巴马的经验啊，非常的到位啊，非常的到位。因为我来的时间长了，巴马各地方的旅游的景点啊，吃的呀、啊，买的米呀、啊，上哪块能买着米呀、啊？上哪块果园能采着，就是能吃啊？你说要吃葡萄，我可以带你上葡萄园啊。关键是现在是我呢，不会开车。就说朋友们来了，如果想了解巴马的生活，可以加于老师的这个快手啊，可以带你们去看一看啊。好的大米，带富硒的，啊、含硒的大米，我可以呢。你们要有车的话，啊、我可以，带你们去。对，给当个向导没问题。当向没问题，你想吃葡萄，在那外边卖的葡萄呢，都打的那些什么激素啥的、啊，我领你去，正好这时候吃葡萄，啊、他家的葡萄都是。种的鸡粪啥的，葡萄粒呢都是这一个那一个的，散的填到你嗓子眼。哦，完了我每年我都能买几十斤，是吗？俺家孩子也没事儿，总上这来。哦，我在桂林买房子呢。桂林买房子不住了。儿子都在桂林。啊、哦，在桂林了。户口也过来了。哦，那就是在这儿长期安家了，就感觉。对呀、就是因为通过了解嘛，感觉广西。不管什么地方嘛，他们这边的负氧离子很高。嗯，对。你人活着就是像咱们北方人啊，你看高血压夸夸的多啊。对。是不是啊？一走道夸夸的高血压。嗯。糖尿病的人啊。对，非常多现在。非常多。那你看，那你说喝着水可能就减轻了一些糖尿病的负担，但糖尿病的人在这待着还可以，还可以哈、啊，还可以，就是对那个，我就感觉对这些三高，就是对这个高血压呀，嗯，挺有效果，挺有效果。反正我爱人的时候，来的时候，在医院，就从哪他，那时候上班，领导嘛，喝多了啊，总是领导天天有局啊，啊对，他就高血压住院。血压高的下不去，后来到这地方待了3个来月，哎，他血压就下来了。哦、就下来了。但他那时候就是觉得我还有一个很稀奇的一个人啊，台里的。嗯。台里的，他台的时候我没看着。嗯。但是16年那个老太太说话，那我要给你们讲，你们都得乐坏了。给我，哎呀，完了就是栽上这就这么说话。哦。后来一年以后呢，他就走到。不算太利索，但说话呢就有利索。哦，开始是雇保姆跟着，后来就自己在这烧火，自己在这个能够自理了哈。就完，我就感觉反正这地方神奇的地方多了。你看糖尿病的人，我领他上果园吃那果去，因为我和果园的老板关系特别好嘛。哦，经常带他们出去采摘呀，让他们买呀，那个完了往回咱们北方发货呀什么的啊。哦、哎。他们吃糖尿病人吃他敢吃敢吃哎对、哦、他敢吃因为他含硒、哦、他那个他家那就那一片地就有好像含硒含硒啊就是我吧来的时间很长因为那帮家里有车嘛就是开车东一趟西一趟哪回去所以对这个巴马周边呢还有就是哪块有景点的哪块有好吃的哪块产什么呀我都知道就、哦、因为好走嘛对对对好溜达、嗯、好研究好研究就是这个专业嘛就是好研究、嗯、毛病也算是一个人的毛病这个当老师的嘛对学问比较追求啊谢谢大姐谢谢大姐哈、啊、今天采访就到这里了、啊。